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十二生肖是用十二种不同的动物来做代表。这些动物与动物之间，其实跟我们人一样，有朋友也有敌人。到底谁是能帮助你的朋友，谁又是会拖累你、带给你麻烦的敌人呢？在这，我就告诉属鼠的朋友们，与你生肖相合的朋友是牛、猴和龙，而你最大的敌人是马。属牛的，与你生肖相合的朋友是鼠、蛇和鸡，而你最大的敌人是羊。属虎的，与你生肖相合的朋友是猪、马、狗，而你最大的敌人是猴。属兔的，与你生肖相合的朋友是狗、猪、羊，而你最大的敌人是鸡。知道了那一些生肖是你的好朋友，不妨买一个带在身上，或者看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。